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今天这个终于开了理想城长夏狂欢季，就是这个红雪跟百炼加维尔的池子终于开了。那今天呢，一样是跟我的小伙伴安玉一起抽卡，但他今天那个了，他今天阳了，确诊了，是啊，所以大家今天可能。没办法，不太听不到他怎么讲话，没办法，那他的声音也变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上一次我跟他一起抽那个什么一格德狗抽卡的时候，他的声音跟他现在的声音可以说是判若两人啊。那么我先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领。哇，有要这这是灵光的时装你有要买吗？你不是灵光家族全买全抽？敢肯定的。肯定等一下是全买吗？那个礼包，什么零钱袋要不要买啊？啊，忘记跟大家讲，刚刚我已经把这个商店给搬空了，就是为了准备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抽卡。我全买，我是全买啦。你就看你自己吧。我不知道，我也全买了。你也全买了？哇，你怎么这么狠？我金变礼包没买啊。那么可以领取这个巨斧与比肩十抽啊！每次有这个方舟的活动都会送十抽，非常好，非常好。幸好我们的新铁也会送。新铁没开，没开直播啊？没开啊？我忘记开直播给你了。啊！你的声音是听起来是真痛苦啊！操！我选上面，你选下面，你要选哪一个？右边最右。最右来。我靠！哇，你好会选哦，八百耶！我人生第一次这么欧耶！又有人拿我的阴德在那边操，哪里的阴德？难怪我现在这么痛苦。不是你会阳，是因为你今天就要出那个了。你今天就要直接抽单抽出水城了。你那个是用你的运气换来的这个水城直接出哦。好的，那么我看一下，我先逛一下商店好了。既然我的原石这么多的话，哎呀，四二姐的这个泳装怎么能不买？哇啊！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刚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话来了。送葬人，这是送葬人的吗？极境吧？哦，这是极境是吧？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冒犯了这个送葬人的粉丝啊！啊，还有这个羽毛笔，太棒了，太棒了！天啊，刚好现在也是夏天呢，非常应景啊！天啊，羽毛笔这个实在是太好看了。好。这个我也没有，这个也要买，这个买一下。我觉得银灰的这个造型蛮好看的。然后是这个好像还好，还好吗？还好，还好吗？还好。这个一定要买，是卡蒂的泳装。天哪，我一定要把它拿来当封面。可是我没有斯卡蒂，以及我，哎，不说了。做一次痛一次啊！我也想要有斯卡蒂啊。药骑士，我没怎么在用，我几乎没在用药骑士。他这个坐姿跟那个闪灵超像的。哎，既然是泳装，那就买吧。这都是军费，有的军费。暗锁的也很好看，买。黑我没在用，我就不买了。小莫，气人，怎么这么多啊？这一次这么多，卖这么多时装。那这个拉普兰德，我上次没有买，我其实有点后悔，因为我发现我超常用拉普兰德，我觉得你也应该要买这个安玉阳。操你妈的！这个才是送葬人。我看到那个月影空夜的那个封面始终摆着这个送葬人，
他最近不是还抽了那个什么新的什么什么约圣约送上来，我不知道什么没有寄，反正他们就是新的异格送上来啊，新级还是新另外一个我也不确定。杰西卡的造型我有了，我通常都是倾向于买一套我最喜欢的而已。加威尔，如果之前有买这个的话，这一次会有时装自选券，自选券。好啦，那这一期的这个时装就买到这边啦，差不多该开抽了吧？哦，我刚刚竟然花了100多原石买那些衣服啊！我现在有几抽啊？他这个把我的时抽券挡住了，所以我不知道我几抽。37080加105128除以600。我现在不算券的话有237抽。那如果算上券的话呢 ?247,257。有五星自选券欸。257, 我现在有307抽。自选券的话没有获得，那就换个极境吧。第三作戦小隊所属先鋒図。是不是有送时装券？哦，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买那个，所以没有。好啦，那今天的目标就是抽到红雪跟白电加威尔，不求潜能，只要抽到一只各一只就好了。那诚如我所说啊，我的日服真的是欧到爆炸。我日服上次抽了五只德狗，四只还是五只德狗，反正他现在前五。那、欸、他现在前四。前三前五，哎，忘了，那就开抽吧，直接开抽吧，不多废话了。是否消耗一张淬火成师寻访凭证？招募干员确认。第一个食盐应该按照惯例就是五星吧，没错。抽到这个 Swaya， 我还记得那个音律联觉跟他们。那个乌有叫斯怀尔的声音，然后20抽，啊，也是五星，50抽以内出都可以吧，不要歪就好。哎、欸，还不错哦，前30都有五星，至少没有紫色的，40，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哎、欸，怎么一直抽到他？他应该是 up 吧？看一下，小哥没错，50抽，该来了，没错，一如既往的稳啊！好像是第六章还是第五章吧？3。行動呼びたい A6 のポップか。はじめまして。来了来了。どうポって呼んで。紅雪紅雪。あなたがドクターですわね。お初にお目にかかりますわ。そしてどうか。太棒了，居然没有歪。这个几率是70%没错吧？哎，70%要歪果然是蛮难的啊。我上次看一个好像歪了80-90吧，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歪的。来，再来，只要抽到加维尔，我们这一次就毕业了，好不好？我们的时抽居然还没用完啦、啊，这边，哎、欸，这边有个免费抽、欸，抽一下。香草。那我这边也多一张，再抽一次。OK， 继续。时抽。跳过。哦。20抽，这个也跳过。好，30抽开始不跳了。欸、今天都没有紫色的、欸，今天都至少保底一个五星哎、欸。今天好像还行哦、喔，我今天台服的运气好像还可以哦、喔。看，我就怕我等一下一直都是红血。差不多了哦、喔，42。OK， 接下来我们即将见证百炼加维尔的出货。
百炼加为二第四章。三，拜托拜托，艾玉都阳了，就让我抽到吧。操！百炼，百。お前の聞きたいことくらいわかるよ。哇！まだ席は業務に置いたままさ。抽了两次五星，刚好是我要的两只。这个几率是多少呢？反正就是70的50%嘛，70%又50%，两次嘛。太完美了，太完美了。那，好快啊，好快结束了。太快了吧！好快抽哦！我还有几抽啊？等一下，8128加37080除以600，我还有197抽哎、欸！哎，我再抽一只六星出来吧。可以啊。既然今天这么欧没有歪，那就再抽一只吧。来吧。而且今天都还没有纸包过哎、欸。再抽一只六星，看看会是哦。20抽就来了吗？这样的话，我希望是红血啊！哇，三大三三三皇三啊！まあ待て、ドクター。お前の聞きたいことくらいわかるよ。三。うちはクロワッサン。旦那さん。三三个流星。ね。天啊，我今天真的是献祭阿绿的这个远牙哎，没有抽过的哎。ユスティナ。艾玉今天真的被我献祭掉了。刚做过一定不放过你啊！操！どうも、エイズだよ。啊，这样子抽。お客様。再来一个红血怎么样？あなたはドクターですよね。我是鬼吧？啊！啊！我好吧，我瞬间不知道怎么说什么了。太哇！我终于洗刷这个，我从一直以来都是日服比较欧的这个不变的规则了、啊。没想到我这一次竟然台服欧成这样，甚至两个一千，抽了132抽。哎，开练开练！あなた方はドゥリンの子たちにもこのように野蛮な映像を見せていますの。哎呀，千树的声音真好听啊！安吉家之家哦，安吉之家，好听好听。信頼してくださっ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わ。好喜欢千树的声音、哦。逃げ出したい衝動をなるべく抑えて受訓式に臨みますので。先把这个红血金鳄吧。あなた方はドゥリンの子たちにも。要八个，看这个石头是不是非常难拿？这石头是不是超？这石头是不是超那个的？超耗的那个？我平常没在刷一只蜥耶。我刚好把他体力花完够了，然后四个。然后要22个 ，OK， 加速，金鳄红雪。また昇進です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胸を張ってこの栄誉をお受けいたしますわ。もちろん。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韩哥，这个韩哥看了会气死吧？发出了邪恶，发出了邪恶的笑声。你说什么？要换我抽了吗？等一下，我把这个红血给练一下。あなた方はドゥリンの子たちにもこのように野蛮な映像を見せていますよ。太棒了！今天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啊！太高兴了。嗯。好啦，那抽也抽完了，
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未来方舟有出更多活动卡池的话，我都会抽的。我的目标就是每一只限定都要抽到吧，就是这样。OK，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哎，等一下，等一下，最后结束前我要换个斯尔特来当我们的这个看板娘。天哪、啊！太好看了吧！天哪、啊，好好看、啊！看这个脚又刚好勾在下面，有没有？然后背景换一下，场景又换个假日了。OK， 大家拜拜。